大家好，我是 Rockman X Dive 制作人的伊田寿登，我还是用 X 的 Rockman X 的造型登场，比较适合吗？因为今天的要公开的内容事情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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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，别忘记看哦。好，那 OK， Let's go， Bye。首先，目前我们正在开发两个新的系统。第一个是工会系统，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工会系统凝聚工会同源的向心力。同时，工会内部系统还会有专门的系统，比方说增加全体的战力，然后呢，还有可以增加全体同源的 buff， 还有专属的奖励。正式上线的时间，请大家耐心等。还有一个新系统，目前也在开发中，就是3-3的对战系统。我们 CBT 的时候测试版已经公开了，可是这个3-3对战是正式版的，大家是不是期待这样的系统呢？如果开发完成了，我们会尽快呈现在玩家面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已经开始规划洛克的 X Dive 跟那个其他的 IP 合作。现在可以讲的部分是那个 IP 是那个我们 Popcorn 的 IP 的角色，你才看看，不是洛克人哦，洛克人系列以外，比方说魔猎人、恶灵古堡、松松、仙剑诺卡米，这样的，请期待。如果玩家有希望来一个这个频道的话，请告诉我们。好，以上的新开发内容我们会尽快实装，让大家都能够玩。好，那这个月的 X Dive Dive Time 的内容是这样，那我们下个月见，拜拜。